大家好，我叫大山。今天呢，我们煲一个老鸭煲灵芝汤，老鸭灵芝汤。材料有灵芝、虫草花，这个叫蘑菇。这个灵芝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是非常好的一味中药，对排毒啊、心脑血管啊，对血液方面还有睡眠方面非常好的啊。首先呢，太多了，这灵芝的功效太多，我就不说了，反正大家都知道了哦。想了解更多的灵芝的，可以在屏幕的给我留言，屏幕的左下方给我留言吧。这个灵芝呢是煲出来的，是非常干香的。把水烧开，放鸭肉进去焯一下水，放点姜，放点料酒。好，我们呢现在呢已经焯了水了啊，焯了水，我们把它捞出来，我们把它洗一下，冲一下冷水。已经煲了半个小时多小时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虫草花倒进里面去，还有呢，这个菇啊、鸡蒜这些那样，把它盖上锅盖。已经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，我们现在把灵芝放进去，放灵芝进去呢，顶多是煲40分钟，这煲的太久，那灵芝的那精华会挥发掉的。现在我们还继续让它炖了40分钟，就可以喝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这灵芝老鸭汤就煲好了。我加点盐，我煲的汤就什么都不加了，就是加盐，就是用盐的，其他都不用，什么鸡精啊，什么浓汤保住的，在我这里的全都不加，就加盐，什么都放，不放。好了，今天的灵芝煲老鸭虫草花汤就煲到这里了，感谢你们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见。